个魅力，就是可能有一技之长那样子。可能很会跳舞，很会唱歌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要给你崇拜。对 对, 對，要有崇拜。那女生都一样，所以你是一个很直接会告白的人。我会直球对决，但是我可以跟他耗很久，就可能我可以暧昧暧昧很久。都想要直接把你干掉。对啊，他们都直接想要换位啊。你人缘到底多差、欸？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组合吗？什么？湿蛋蛋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来宾也是来头不小，欢迎我们的子琳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听说你第一次这样来啊？不是啦，是第一次跟他讲话，第一次跟他讲话啦。因为当初我要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不太敢理我，他不跟你讲话，没有，他在认真练舞啦。我想要问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天练习生。对啊，哦，你们那时候就是有开始相处，又是同期，对，又是同期的。雅婷要走，嗯，那、啊、你怎么办合费？因为我要用零号啊，不能用啊。然后他就，是我，我看到你嘞，对啊，真的假的啦？还是有换号吗？好了，我们来讲一下子琳的那个维基百科。本名李子琳，生日是4月24号。为什么是4月24号？对啊，维基百科真的这样写？对啊，不是啦，他真的不是4月24。对啊，你是1月5号，然后摩羯座，绰号是李玲，血型是 O 型，身高15，体重43，三围是32D2433，辅仁大学。哎，对，就在旁边。辅仁大学体育系。对啊，他是那个秀的那。秀是什么？那个飞上去的那个，花香艺也是秀。对啊，是啊，这个冰炮也是秀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要不要主持啊？好主持好不好？所以你是竞技啦？对，竞技啦，对。我从高中就开始练，就开始练到大学，然后才去加入那个篮球啦。对对对。然后竞技是直播组跟前竞技啦，对，国手。哎、欸，是国手，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出国比赛嘛。对啊，然后得名，得名，对对对。想要成为双栖啦啦队的理由是什么？理由就是赚钱啊，因为你看这样子一个赛季结束之后，你可能就没钱了，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。你想要稳定的收入 ？Yes。所以就是篮球跳完，然后棒球，然后再换篮球。那你觉得篮球跟棒球跳舞差别在哪？啊，篮球比较吃轻松，比较快，有冷气啊。对，因为他们有来看过嘛，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超爽，超爽的这样。对。那棒球比较热一点。棒球好不好？就是很像岐山温暖一样啊，一下冷一下热。那你自己习惯吗？因为你可能以前没有在室外，不习惯啊。真的假的？但是就是好玩啦，还是觉得很好玩。对啊，他很适合做风风的。我觉得他很适合卫权，他是适合风风的人。对，因为卫权不是都会一直喊一直喊，然后你的中炮下地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喊、啊。你没有喊哦、喔，可是那个感觉。没有，我最近就是不太喜欢伤害喉咙啊，因为你歌手，资深歌手，他发单曲，所以你现在是。变歌手了，也没有到歌手，就是全方位，全方位，就是有出过写真啊，然后又直播过，啊、又篮球、棒球，几乎都做一唱歌。那你一次带两个啦啦队，你会错乱吗？你有什么好错乱的？就啦啦队会错乱。你在访问？我是连外拍都没有拍过，然后平常也不太喜欢。哇，那你一拍就直接突破了。对，我其实当初有吓到，因为我就是第一套就是他说好，那你可以把那个厉害的声音，那你可以把那个给它脱掉了，然后我就说要脱掉吗？但有没有先沟通过？就是有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啊！因为第一套循序渐进，对，然后你得过了。
家庭主妇。妈妈，哎，这个我可以作证，在乐天练习的时候，他就讲，我好像从高中就有这个梦想。那你出什么写真啊？对啊，是要说未来的公啊。理想型哦，就是要有一个魅力，就是可能有一个一技之长那样子。可能我会跳舞，我会唱歌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要给你崇拜。对 对，要有崇拜。那女生都一样，所以你是一个很直接会告白的人。我会直球对决，但是我可以跟他耗很久，就可能我可以一直暧昧很久。对。所以你前面会先怎样？会先铺陈，会做球，会。对啊，要不要出去看电影啊？要不要？所以你都主动约别人这样？可以主动，但是如果他对我有兴趣，一定也会问我嘛。对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会知道他。那如果遇到对你没兴趣怎么办？我没兴趣了，就会让他对我有兴趣。哇，怎么对？好想知道。因为我真的很少跟男生聊天或怎么样，所以就是如果一个的话，我就会真的会很常跟他聊天，就会一直找话题。对，不管。那如果他不回你呢？我就一直问他说：“那你在干嘛？那你在干嘛？”那如果他直接把你封锁嘞？那就算了，那就去死吧。来，我可以让网友提问什么东西吗？觉得自己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女生 ？A 可爱 ，B 外放 ，C 内向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就是可爱、外放、内向，三合一。那再来有人问说，踏上明星赛是什么样子的感觉？因为第一次哦，很开心啊，因为就是可以跳别的应援，例如乐天的，我之前都没有办法跳到，就可以在明星赛跳啦。好，换你问。好，就是你家人有反对你那个吗？出写真。对，我就是拍了才跟他们说。先斩后奏。那他们能接受吗？接只能接受，他就出了。那没有吓到吗？就是因为我妈一开始就有在那边 argue， 但是到最近就真的出实体了，就是电子的，他有一直在讲，我说你怎么会拍？然后但是到现在一年了，然后出实体书，他就说哎，那我要去买一本。他把门都支持，对，因为做了嘛，对，一定要支持自己的小孩。哎，那你现在是林昌的师妹吗？对啊。那你跟他们处得好吗？因为算是比较后来突然加入。不会啊，蛮好的，因为他就是很招人喜欢。招人喜欢。棒球，姿势。哎，等一下，一拳。
对，曲艺。来不及了，好，想试试吗？林香，好，那这一局呢，就是平手了。